这款蘸酒玫瑰特调，那它是由金门蘸酒高粱加上一些莱姆汁、蔓越莓汁，还有玫瑰果露，然后一些干燥玫瑰花。为什么会用蔓越莓汁？是因为玫瑰它是红色的，那蔓越莓汁它的颜色不会把那个玫瑰的颜色把它盖掉，然后又带点酸味，所以我才选用蔓越莓汁去做。那玫瑰果露的香，然后跟蔓越莓汁的酸，结合金门蘸酒的味道，有着国外浪漫的气息，然后有一些国内粗犷狂野的味道，然后就算是一种国外艺术、国内文化的一个冲击。